是主持人长笛。我是主持人西任。我是主持人石头。现在请全体起立，由阿里晨和赵斯林林演唱中美两国国歌。之后呢，我们将进行一轮的幸运抽奖。在这里呢，我们要抽出的是由 The One Wine 提供的礼品十套，还有由富家珠宝所提供的纯金鼠年的幸运摆件，希望给在座的每一位带来好运。说个感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满满的祝福送给在场的观众和亲朋好友们呢？哟，石头，你这不光是作为一个老外中文说得好，对我们的习俗还很了解哈。当然了，过年一定要送祝福，我们的演出一定都充满了期待。那么事不宜迟，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一组节目，请欣赏舞蹈《卓玛》。让我们掌声有请。
团为大家表演的《桃花梅》，让我们再次感谢刚才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了演员。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登场的节目呢，我相信一定能让在座的观众喜笑颜开啊。那不用说了，能让大家高兴的最火的今年就是相声，对不对？哎，还真让你猜对了。本场晚会啊，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哥伦比亚相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相声社团的两位成员，为大家带来一段妙趣横生的相声表演。要这个吗？专业程度的一个表现。没错。哎，这是我们这个相声的形式呢，这个有一个逗哏和一个捧哏，逗哏啊得在桌子外边。捧哏在里面。好，那刚才这么半天了，还没给大家拜个年呢。那十二生肖轮流转，今年又要倒数年。各大相声社在这里祝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有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收获，数不尽的笑容，数不尽的幸福。好，那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哎，大伙儿都很热情。是啊，今天能来到这个星派国际文化庆典春节晚会这个舞台啊，我也特别的激动。哎，那是，这可是大场合。没错啊，今天来了很多到场的嘉宾，尤其就是这个场地啊，就特别的高端。对，这可是纽约赫赫有名的 City Field。哎，您先等会儿吧。照您这么说，这场地它可不怎么样。不是，这不是那个大银行那个 City Bank 冠名的。行了，您别露怯了，那叫 City Field。 City 是吧？啊，英文不太好。就是说呀，今天这个场合特别的隆重。哎，所以咱们更得好好卖卖力气。没错，咱哥俩好好卖卖力气。那说了这么半天，大伙儿还不认识咱们呢。哎，咱们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呢，是来自哥大相声社的一名普通演员，我叫肖许岩。哎，我是他的搭档，我叫李星月。哎，没错，就是这位水冰月老师。哎，您等会儿吧。这有我这么粗壮的美少女战士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您这个在我们哥大相声社的地位啊，就像那个水冰月在美少女战士当中一样，非常的不可替代。不是，地位高，您也不能把我变了性啊。就是说呀，您这个相声说得好啊，我们这想啊，干啥？音响它是高等，要是没电它不响。给他认准这个，我要给他来个不沾边的，看他还能不能唱。这台下我带着女朋友来的，您能唱吗？太能了，年轻人啊，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您一边待着去吧。您家是有电工是怎么着？不是，他关键他合理呀，你说这几样哪样不带电？不是，他找对象在哪儿都得着电啊。那你想，那男女朋友之间不得互相对视，俩眼突突放电呀、啊？这也能算啊？那当然了。好吧，咱这个鼠来宝也说了这么多了啊。您刚才说还有这天津快板？哎，没错，这个天津快板啊是一种非常高端的表演形式啊。它这配置啊基本上赶上一摇滚乐队。还摇滚乐队？啊，你想啊，这有一个快板、在后边做这个打击乐部，没错，有一扬琴在那伴奏，还有一主唱在前面唱。这不一摇滚乐队吗？哇，是挺复杂，是吧？哎，所以就是说呀，这个快板非常的高端，尤其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要用天津话来唱。哦，天津方言。哎，这个天津话呀，特别的风趣幽默，哦、他们自己叫哏儿。哎，就有时候啊，你一句话可能普通话觉得哎没什么感觉、这天津话一说呀，就特别好玩。哎，那比如呢？比如你这个在街上见上一姑娘啊，想跟人打个招呼，对吧？那你普通话你可能就这么说吧。啊，来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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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儿，就像一朵花，这是形容包子，不能乱用它。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嘿，这还真挺哏儿的。对，这就是天津快板。哎，那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呀、咱能不能把这几种类型结合一下？怎么结合呀？就是把这个李派的叙事啊。
和这鼠来宝的现编现唱，嗯，和天津快板的 BGM， 咱们把它结合一下，您能来得了吗？好家伙，这可复杂啊！这不嫌弃能耐大吗？啊，好好好，看这还给我压力啊！那咱试试吧。哎，咱试试。既然您说是要现编现唱，嗯，那您给我出个题吧。好啊，咱就说这个刚刚荣登全球票房排行榜总冠军的《复仇者联盟》怎么样？快板啊，复仇者联盟来得了吗？哦家伙，那咱试试吧。哎好啊，那也跟您商量个事儿，嗯，因为啊这是比较新的节目啊，对，我得想词儿，哎，所以您这 BGM 在旁边老这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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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哦，太烦人。这还怨上我了。不是怨您，就是说呀，您在这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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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受。咱说一说，复联英雄托尼史塔克，钢铁侠。话说这么一天，托尼朝家伙来到了泰坦星啊，这心里犯琢磨：灭霸是哪个？是不是认识我？他是公还是母？他是狗还是矬？他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这都管。要是一两个，我跟他能比划，要是上来七八个，那我可打不过啊！哎，噔噔。小鸟，歌唱在那草原。
好，那么感谢刚才的演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不得不说啊，本次晚会凝聚了多方力量和大力支持。接下来有请本次晚会的联合主办单位负责人上台，他们是美国纽约中美商会会长夏文龙先生。好，来，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几位支持我们活动的我们的各位会长们、主席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上的两位，感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情，谢谢二位对于艺术、对于我们本次星探系列活动的支持。知名主持人那可重了，小林老师。我们开心一族的，开心一族舞蹈团的团长，恭喜您。今年的生日，老师您在吗？还是在带着孩子在忙碌的准备？行吧，那我们就用一张照片来，请各位上前。Thank you.
一小段配音献给大家，谢谢。这第一碗酒，还有这第二碗酒，朕要敬给列位臣工，敬给天下子民，敬给今天赴宴的老童年们。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隆丧，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君、臣、民，三者同德呀！啊，没有你。Thank you.
心上的如何假，如果天气谢谢我们开心一组舞蹈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舞蹈表演 Great performance, thank you 非常感谢、小李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是我说的，叫做国际化，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国际化的最好的代表。Thank you.
下来请欣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让我们掌声有请黄晓燕。哇、哦